哦，学的很像，自己出生在国外，腔调学的很像。小飞啊，你说学的很像，感觉很有说服力。我觉得还挺像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公屏那边有愤怒小店员，我唱。哪里？我看到愤怒小店员。愤怒小店员。那、啊、我看不到，因为我新闻的。哎、啊欸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是第五连隔半周年快乐。怕怕被雷可以找稳的朋友，我经常遇到雷队友。好哦。干我屁事。这些都跳舞的，啊！你们觉得嘞？你们就去玩亚洲服啊！真是的，为什么要来欧美服抢排位？真的好累哦。要像你，那你想说这些人在干嘛？我是人机，我的专长是秒倒。人机还直劈，人机还直劈，人机还直。我发现人机的名字会是好友的名字，是哦，是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人机吧都不是好友哎、欸，我人机是好友的名字、欸，超怪事哦，手好痒，那么久，你痒一天的还在痒？该不会是啾啾吧？痒啊，该不会是啾啾吧？好啾啾，是不是啾啾？好久的，我没看到啾啾吗？没看到相机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好像不是、啊。哦，我在咳嗽。不是。我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的感觉。那边谁在跑步？我。啊，这里可以放棺材吗？听到你在放棺材。开局六鬼。没有，我还没放。谢谢谢谢。又是我了。我去看你脸了。经文欸，是经文。不、哦、是经文。哇，经文哦。不要攻击我。色诱住他，色诱住他。干。他要打我啦，他要揍我。快点色诱住、欸、我放到 CEO 了。你在哪里遛他、啊、那个小木屋。我阿布那边的方向走。阿布在哪我听不到。我在小木屋那里，在那边哼哼屁。干。我去修三班。嗯、小杰克冲回来了。我的吗？我的。他刚刚也冲出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小杰克去的。哇，打打他，可能是捷用派的吧。妈的！哎，我卡住了啦！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溜来三班的？倒是说一声啊，我在这修机啊喂。哇、哦，那么变态。他就只追我一个、欸，他就只追我一个。铁条箱，哎、欸，你的小杰克在大门的机旁边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，他们在干嘛？然后我一来，我一来，你的还在那里，我的冲出去了，哎、欸，两只都冲出去了。他一直他很针对我哎、欸，我看我也不看，好好笑。就跟你说他吃捷用，干，妈的！哎、欸欸，我都没有看到你，我不能放。而且这调香很智障哎、欸，金文明就没有追他，还在旁边浪费香水。等一下，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。可是我砸他了四次吧，我忘记我砸了。你不要往大门来，你跑远一点，我帮你画个。好。要强筋了。希望他找不到你。他这。哦、我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他在我附近。你记一下，你赶快在这里出生。OK， 我看到了。我先自摸。他没找到哎、欸，他真的没找到。瞎的。他真的很执着哎，他就是一直在追，追。就跟你说，他吃捷用。对啊。只有吃捷用杰克才这么兴奋，开局就追佣兵了吧？对啊，不然就直接追跳下。直男都不看到佣兵又不理的，会吗？我除非他特别变态，要把佣兵留在最后。我附近有新的啊，我在小屋修，我在工厂附近。
欸，他真的就只追我一个，这对我有意见呢，真的是。就说他直接用，你不要再讲话。我就不想被追啊。但乔香为什么没有休机啊？他是白痴吗？他就一直在我附近啊。他为什么不休啊？他都不看我，好笑。我就在旁边笑。他爱奈布，是个节用。是奈布。是爱奈布的。他啊！带风罩 ，shit。一定是吃解用的。他是吃解用的。我猜他带私藏。我看过佣兵，但我不会换。他就一直追我，他就一直追我。调香师就在那边，不要啊！我没有护走了。现在是在追谁？还是我啊？还在追佣兵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就说他吃解用欸。为什么我走到哪就有心态？我怎么看到有人在弹啊？调香师，调香师，那护手可以给我吗？拜托，他不要。调香师一直在翻箱欸。你怎么也过来这里了？我要，我护手用完了。要给你摸吗？调香师吼，他香水就浪费了。他就在玩，他完全没有要认真打的意思。因为他就全程就是在那个啊，没有要休息。他就在翻箱，然后我就看到他金文是不是消失了？他迷路了是不是啊？好像迷路了。迷路的金文要飞喽！小消失，小消失！他挂机了。金文挂机哦，我要去看一下。看起来是挂机了。我要去。那就献祭你啊！你陪他，为什么？你陪他，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去稍微成功勾引住他，成功勾引西优画画，西优，他真挂机耶，有这么自闭吗？他自闭的，你画调香好了，他自闭的，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一下？去安慰他了，我真去安慰他了，他自闭了。真挂机的，你去安慰他了。我就在旁边啊，我要对他丢水球。在旁边，我去开大门。我贴着小丑卡住。因为他就是一个要打我啊，所以一定会跑啊。他只是想要抱抱你，这么可怜。他应该可是没有玫瑰手杖。他没有玫瑰手杖，可是他真的就挂机。我就在旁边丢雪球，他都自闭耶。他在哪？不开心。在那个三板区那边。你还好吗？那我们等他有一刀斩吗？没有啊，应该说他就挂机啊。那我们去找他玩。大门也开了。啊，行行。他隐身了，对不对？他隐身啊，他挂机耶。他是不是断线？好像断线了。他追我追了追了五台机，然后断了，断线了吧？断线了，好可怜哦！砸了四次板，溜了115秒。我的画面也卡住了。哇！你按下他站。哇！画面也卡住。是我吗？我觉得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奈布，然后结果他断线，一定超难过的。关我屁事啊！好可怜，好可怜，杰克，好可怜哦！你对他好一点呢、啊？最可怜的那种。我也断了。你看，他还把那个吊针大处拿出来，然后结果追了你好几台机，超级执着，最后断线，连摸都没摸到。我在旁边对他丢雪球，我这一局。